在出现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左手到右手，只需吹一口气。我爱变魔术，变出神秘礼物，乌拉乌拉 Q！ 哇，神奇的事情发生啦！好神奇啊！乌拉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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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拉啦啦乌拉乌拉 Q！ 一副扑克牌。透你的心里，放逐又逃脱，你看不出奥秘。我爱变魔术，变出神秘礼物，乌拉乌拉 Q！ 哇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好神奇呀、乌拉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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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拉啦啦乌拉乌拉 Q！小咕咚，是谁在叫小咕咚呀？是我呀，我在叫你。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呀，你好呀。你好，小咕咚，今天我来考考你，好不好？要考考小咕咚呀，好呀好呀。1元钱可以买一个苹果，买两个苹果需要多少钱呢？1元钱可以买到一个苹果，两个苹果，买两个苹果需要2元钱。对，小咕咚你答对了。太棒了，小咕咚很棒很棒啊！小咕咚你在干什么？那么高兴啊？咕噜咕噜，红果果，刚才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在考小咕咚，小咕咚答对了。那红果果也来考考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你看这儿，小咕咚，这5枚硬币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1枚硬币和其他的长得不一样。哇，你的观察力真棒啊，小咕咚。红果果，那它呢？都是1元钱吗？对呀、都是1元钱啊。那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的版本不一样，发行的时间不一样，但都是1元钱。啊、原来是这样啊！嘿嘿，还都可以去买苹果。没错，小咕咚。其实啊，硬币呢还可以变魔术哦。红果果，那你今天要用硬币给我们变魔术吗？没错，接下来呢，我就会用硬币给大家变一个神奇的魔术哦。太好了！乌拉乌拉 Q， 乌拉乌拉 Q，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。小嘉宾吴凯良今年4岁，小嘉宾刘梦莹今年6岁。咕噜咕噜，红果果大魔术师，快给我们表演神奇的魔术吧，好期待。好，现在我就要开始了啊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硬币。硬币。硬币啊，是几元硬币啊？1元。哇，好厉害哦。那1元硬币有几面啊？2面。所有硬币都有2面。那这一面写着什么？1元。那背面呢？花，画了一朵花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要变的这个魔术呢叫我最厉害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会儿呢我要摇晃这个硬币，因为我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拿在手上，
你们随便说一个数字或者是说话，但是我摊开我这个手的时候永远跟你们是相反的，你们信吗？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？试一下啊，我先摇晃一下。好，你们随便说一个。一元是不是？好，我摊开来。嗨，是什么呀？哇哇，那我们再来猜啊。好，再来试一试，第一次有可能是巧合。好，我也没看见的花，我们猜花。花，好，一二三，嘿。是什么呢？哦，是数字啊。哎，要不要再来？那这回你肯定变不了。两个都好，这次我们还猜花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花花，一二三，噔噔噔噔。好不好？我来猜，我就觉得它一定是什么，我说什么它就是什么，你们信吗？不信。来试试啊，我猜它是花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是什么呀？这回我们哇，这回我们几个来试一下。好，你们再来猜一个啊，一二三，好，你猜一个。一元，一元，一元是数字啊，数字的一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哇，好遗憾呀。是花，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好，我们红红鼓掌。我也猜不对。那你们想学这个魔术吗？想。好，那在学这个魔术之前呢，我们要请上我们的好朋友魔仙乌拉拉，让他来告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。让我们一起说魔仙魔仙乌拉拉。我是魔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猜你料不到在这里呢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一枚硬币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，材料非常简单，请你们的爸爸妈妈帮你们准备一枚硬币就可以了啊。嗯，最好是一元硬币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小朋友手比较小，哎，可以准备这个一角钱的硬币啊。对，哎，好，那变这个魔术之前呢，我要请小朋友们先练习一下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一元硬币呢，它有两面，这一面是一元，背面呢是花朵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变这个魔术呢？首先呢，我们用这个大拇指啊，先在这个一元硬币的这一面，我们用手来摸一摸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回转动，摸一摸。然后甜甜告诉我，你摸完这一面你是什么感觉的？一元这一面你摸一摸什么感受？我摸完了觉得它这个有一点点波纹，还是有点平滑的。然后你再摸一摸带花的这一面，这边是什么感觉？跟那边比那边凸多了，就是感觉凹凸不平的，是不是？整面都是凹凸不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多摸几下啊，再摸一摸一元这一面呢，中间是一棱一棱的，但是两边是光滑的，对不对？大宇，你告诉我，你摸的是什么硬币啊？一角的还是一元的？一角的。好，摸熟练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变这个魔术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在手掌中间呢，摇晃一下啊，扣住，然后摸一摸，哎，这一面大概是什么？我摸出来了，有可能是花朵这一面。然后呢，让对方猜一下，绿泡泡，你说一个。花朵。花朵，哎，他说花朵了，但我摸的这一面是花朵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趁绿泡泡不注意，哎，我把这个硬币翻过来，翻过来肯定是一元，对不对？那展示的时候呢，就是一元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我晃一晃，然后用手摸一摸。绿泡泡，你说一个。哎，这次我来猜一元。一元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趁他不注意，我翻一个面。哈哈。因为我刚才摸到的是一元那一面啊，所以就变成了这个花朵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哦，好，小朋友，我们自己来试一下好不好？晃动一下，然后用手摸一摸，嗯，我摸的这一面是一元，对不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小朋友都来试一试，来晃动一下，然后自己先摸，摸出一元来给我看一下啊。对，一角一元，好，一角一元。小朋友们太棒了，今天的魔术学会了，为自己拍拍手。
加加油，嘿嘿嘿，大家一起拍拍手，一起加加油。谢谢我们的小手琴戏啊，谢谢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呢也都学会了。嗯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一个小魔术啊，更重要的还可以帮大家更好的认识我们的这个硬币没错、啊。这样的话，小朋友可能印象更加的深刻。做主的小朋友们吧，大家好，我叫牛牛，今年快六岁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熊，今年六岁了。咕噜咕噜，还有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啊！啊，欢迎小朋友，欢迎你们！欢迎。哎，绿泡泡，你的创意作品在哪里呀？哈哈，别着急，红果果，今天由我来做创意作品。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材料，来看、哦、这是什么？啊。这是什么呀？瓶子，装什么的瓶子知道吗？装水的瓶子。装水的瓶子。牛牛你知道吗？洗衣液。哎，对了、哎、就是装洗衣液的瓶子、嗯、洗衣液用完之后呢，瓶子我们啊还可以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。今天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展示一个创意作品。哇，赶快来欣赏一下吧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，哎，一个普通的大大的瓶子能用来做什么呢？我想问问我们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大大的瓶子像什么呢？像座山。哦，像一座大山。像一个芒果。哦，像一个芒果，好有想象力啊。我觉得像一个大大的辣椒。哦，哎，小咕咚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把它这样放下来，就像烫衣服的那个。熨斗。还真是很像哎！哎，红果果觉得像辣椒啊，小咕咚觉得像熨斗，小凤觉得像大山啊，哎，真的是太有创意了。所以说每个人的观察的角度不一样，它都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创意作品。是的。那接下来你们来看一看，绿泡泡眼中的创意是什么？啊！首先我们拿出两个瓶盖。小朋友看，现在你们觉得像什么呢？一个机器人。一个机器人。哇，机器人的头像什么？机器人的头。哇，小朋友太有想象力了啊。哇，还真是，你看这是一双眼睛，这个就是它的鼻子。对，你看这个瓶子稍微加两个瓶盖一装饰，是不是就活了感觉？哦，还真是，对吧？我总觉得它好像缺少点什么耶。当然了，红果果不要着急，因为我的作品呢还没有做完。接下来大家看这是什么？嘴巴。嘴巴，哇，而且还是红嘟嘟的嘴唇啊！哎，看上去非常的逼真啊！哎，很立体啊！站在哪儿呢？当然是下面的位置。哇，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大家好。哎，
现在是不是呢？九里马感觉活灵活现了呢？是的。当然，这个作品还没有完啊！我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个，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嘿嘿嘿，啦啦队，嘿嘿嘿，加油加油，小宝贝！没错，啦啦队用的这个加油用的。头发，头发怎么样？一个帅气的摇滚明星就诞生了。哎，能不能给我一把剪刀啊？干什么？我要给他设计个发型啊！真的？哇，著名发型师红果果啊，为他量身打造的发型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好，一刀下去就可以了。我给它修整一下。哇！好啦，来，大功告成，漂亮吗，小朋友？如果漂亮的话，为我们鼓鼓掌。哇！给他剪了一个和我一样的齐刘海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发型设计的很棒啊，而且这个发型和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形象相得益彰啊，一位摇滚歌手就这样诞生了。啊，好棒啊！当然了，用这个瓶子呢，不仅可以做成这样的一种感觉，我们还有其他的感觉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哎，这个呢，是不是哎就又不太一样了呢？快看，哎，我觉得特别像那种古时候的教书先生，有没有？更加知性啊！对对对对，因为戴了一副眼镜嘛。没错，其实就是用我们平时家里用剩下的这个大瓶子来做这个身体，然后呢，用其他的部位小的瓶盖还有瓶子，把它们剪成不同的形状，哎，就成了这样的创意作品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想到吗？你的表现太棒了，我要鼓励一下你。来，嘿嘿嘿！准备好，就是你发挥想象力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玩创意。我们动动手，我们动动脑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玩创意。好的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做创意作品用到的材料啊是瓶子。赶快找出家中的瓶子，洗干净，和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一起来制作吧。好，准备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小朋友做的，哎，用瓶子做了一个什么呢？介绍一下，飞机。飞机，而且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还应该是战斗机，是吗？是啊，对。哇，那前面坐的是谁呀？这是我。哦，好帅气啊！哎，你长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对，就是飞行员。哇，来，祝你梦想成真啊！将来加油，做得非常棒，来，也为自己鼓鼓掌。我们来看一看小熊小朋友，哎，你做的是什么呢？
小绿植容器。哦，绿植容器其实就是一个花瓶。哎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花瓶一样的，是吗？哎，是用什么瓶子做的，知道吗？可乐瓶。哦，就是大的那种饮料瓶来做的啊。它涂上了颜色啊。哎，非常的美观和实用。哦，它这个还可以挂起来。哦，可以挂起来。吊篮。对，非常的实用。对，好，贝斯，你鼓鼓掌。来看看小咕咚的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小咕咚用瓶子做了一个功夫小子。功夫小子，这功夫小子穿得够隆重的。对呀，有点功啊，有点像国王啊，我怎么觉得？一位国王啊，好帅气吧？对，非常棒。大家这个三个作品啊，各不相同，但是都充满了创意。让我们一起为自己鼓鼓掌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这个是公鸡，它会打鸣。这是母鸡，它会下蛋。这个是小鸡，小鸡快跑。公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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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拍胸脯昂首挺胸。公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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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在公鸡我双手拍一拍肩膀，和我一起快乐游戏只会输。眨一眨眼睛，转一个圈圈，和我一起来吧，只会输。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，只会宝宝就是我。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，只会乐园，只会乐园，马上就到达。